香啊！老爹，晒干了，可以收起来了。狗也没出来，今天炒着吃。以前小的时候，这个一斤可以换十几斤肉，舍不得吃。我都快忘记鹿茸菇的味道了。给它浸泡一下。放点大蒜，鹿茸菇下锅，加点水下去，这样煮一下，鹿茸菇的鲜味就出来了。加入辣椒，爆炒一下，起锅喽！好久没有吃过了，就是这个味。香。